准备卸妆了，你们带洗面奶？哎，不可能啊，洗面奶呢？好了，现在我要准备卸妆了。糯米的妆都舍不得卸，对不对？你们卸妆是什么样的？我是首先卸眼睛，放到这里，大概数个五秒钟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容易油。哇，马上要变小眼睛了，哦、小眼睛。我们要开始卸这边眼睛。快乐的感觉无法想象，如同阳光铺满前方。眼睛卸完，然后接下来就卸嘴巴。我卸嘴巴和卸眼睛呢是用的一样的，你们是这样的。自己有买一些口红，口红颜色很好看，我说哇，一定要擦，一定要擦。哎呀，放很久没用，我以后还是要多多擦一擦，都是擦一擦挺好看的，是吧？现在嘴巴眼睛卸完了，我就开始用这个水。这个水是我也是用了十几年的，都是用它来卸脸部。它这个卸脸部特别快，看两下就卸没了，是不是特别快？而且它一点都不油腻，你是不是现在就求牌子？下次跟你说啊，我卸妆是非常快的，而且我平常89.9%。都不化妆，稍微想一下。那个成都嘛，然后请了我的朋友同学帮我叫一些串串，我等会儿洗完就去吃串串了。接下来是洗面奶，我没带洗面奶啊，等一下。啊，哎，不可能啊，洗面奶呢？哦，这里呢，洗面奶。哦，我刚刚放在这儿，有鼻子这个地方感觉很干净。那说，哼，我每天都卸妆要你妆，我就是这样。刚刚洗完了，穿上衣服。这样有点晕啊，爽！我喜欢用凉水洗，凉水洗脸的感觉很敷衍，脸做了一个按摩一样。虽说化妆还是感觉很美的啊，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不化妆的感觉，就是皮肤都在呼吸。实在是有什么特别重要的，然后我就擦一个口红就完事了。不化妆，接下来就是按摩按摩脸啊脸啊，谢谢你啊。你是我的门面啊，这样客气啊，谢谢你啊，因为你才有美丽的笑容啊，鼻子呀鼻子呀，谢谢你啊，因为我有你呼吸的才好啊，大额头啊大额头啊，谢谢你啊，让我的脸型显得很好看呀，大下巴呀大下巴呀，谢谢你啊谢谢你啊，让我的脸型看得很美啊，意思意思是吧？好，再擦一个这个爽肤水，眼刷，护肤霜，这也太简单的护肤了吧，要去吃串串，必须很快的就把它画好了，好啦。